史密斯 X 呢，是一个可以折来折去，哈、哦，折来折去的一支三轴稳定器，可以折来折去的哈、哦。这边可以折来折去，那这边出去怎么弄？这样子弄，啊、哦，进来这样子进来，出去这样出去，出去之后呢，啊、哦，它可以 lock， 这边 lock 了，好，可以拉出去。自己敲角度。那史密斯 X 呢？可以 zoom in、zoom out、录影、拍照模式改变上下左右。它虽然两轴，但是只要手机搭配得宜，通常都还不至于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平衡先做一下哈。史密斯 X， 好，启动。不在这边，按到死它都不会亮，要在这里。1、2、3、2，启动，好，模式，直的，横的，左，右，破水平，左右破水平，好，按两下，直的，横的。好，这是它基本使用。连接 APP 之后，人脸追踪；连接之后，有美肌美肤 ，run in run out， 拍照录影。连接 APP 后完成，这台机器必须要先激活才能够正常使用。好，这样子拍的时候呢，通常自拍要做这个角度，你就自拍了。那由于现在的手机的防守阵做得很好。开好防守阵之后呢，它两轴就能够完成运作，然后上下左右没有动作，看一下，按一下模式，左右跟随，水平保持，再按一下，左右锁定，水平锁定。按两下，哦，直的；按两下，横的；按三下，1、2、3，啊、哦，按三下呢，啊、哦，没有功能，1、2、3没有功能 ，OK， 那目前就是这样子，按一下呢，切跟随，再按一下呢，切成锁定，这样看懂吗？啊、哦？按两下直的，按两下横的，录影拍照键，左右摇杆键，这是它的亮点。run in run out 键，好，那1980这个版本是公司或18个月保固，那么记得这个稳定器带电的稳定器一定要买公司货，因为才能够维修。如果买平输品呢？它带电的情形下是没有办法寄到国外去修理的，这点要特别特别的注意。好，谢谢大家。